近日，我们又等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七七事变八五周年，青年演员也是优质偶像的肖战也在深夜发文回应，呼吁不忘历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肖战强调不忘历史，珍爱和平，吾辈要自强，这一番话发人深省，振聋发聩，也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应该具备的态度。肖战深夜发文表示，铭记历史，珍爱和平，吾辈自强，这一番话是肖战自己的态度，也是对大家的正向引导。实际上，这不是肖战第一次发出呼吁，在很多特殊时刻，肖战都会站出来表明态度，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，曾经遭遇过的灾难和苦楚，我们不会忘，不能忘，也不敢忘。当然，除了肖战、王一博、李易峰、龚俊、朱一龙、刘宇宁、王俊凯等众多优秀的实力派艺人都站出来向粉丝们发出呼吁，这种场面很感动，也很和谐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在七七事变八十五周年的时候，纷纷跟随优质偶像肖战的步伐，严格要求自己，时刻提醒自己要努力奋斗，吾辈要自强，只有自身强大才不会挨打。当然，肖战本身就是一位正能量偶像，大家可以跟随肖战的脚步一起努力前进，肖战指引着大家，我们也可以学习肖战身上的优秀品质，从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总之，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忘记，也是每一个人的心声和诉求，大家要团结一致，奋发图强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实现中国梦而勇往直前，不懈努力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期待演员肖战的作品和舞台，在作品里感受到肖战的魅力和品质。肖战是名副其实的优质偶像，也是大家认可度非常高的实力派演员，希望肖战继续努力，不言放弃，未来可期。